实做好受灾群众的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。大水退去后，我们对辖区的重点部位，比如医院呢、学校、养老院、垃圾中转站等等进行了全面消杀，对辖区的所有部位进行了清扫保洁，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。当时也是每组都分了人，有爱情员啊，一个党员啊，作为一个小组长啊，因为昨天晚上的水比较深啊，所以说一方面要考虑医护人员的安全，一方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正在有序地展开抢修的工作。